日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计步枪项目上，王璐瑶未能发挥出正常水平，止步资格赛。赛后，她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：“很抱歉，三年后再见。”然而，由于发布了自己的自拍，以及文案中说到了自己怂，却被众多网友吐槽。不少网友指责她失败了不好好总结，还有心思晒自拍；也有网友质疑她太想红了，还有人批她自拍照穿的是睡衣等等。王璐瑶由于受到太多压力，也被迫删帖。王璐瑶本人还是非常优秀的，多次参与各项重大赛事，成绩也是十分出色，而她本人却不是非常有天赋。我清晰的夏天，听不见的宣言。事件发生后，毛晓彤也站出来为她加油，希望王璐瑶尽快调整好自己，不要被一些不好的声音影响，为她加油。